everybody, today I want to share you a Disney princess hairstyle, and it's Beauty and the Beast's bear. And let me go to start. Hi, 大家好，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发型，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。然后呢，它是在《美女与野兽》里面的贝尔。那因为这个贝尔啊，它本身就是看起来挺优雅的，然后发型也很漂亮，那黄色本身很抢眼，那今天刚好就是很想要尝试看看这样的发型，所以就是试着绑看看，然后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开始吧。